咁啊，讲呢个国际新闻之前，讲下啤梨被点坐上事件。咁啊，事源系发生咩事咧吓？咁啊，你知道即系我哋啤梨晚报办公室就俾人淋红油啦吓。咁啊，都多谢譬如好多媒体啊，西西啊，边九日报啊，咁啊，譬如即系立场新闻都即刻打嚟嘅，即系问下嘢啦吓。咁啊，然后譬如啊，好传媒啊 ，Hitman 啊，支线新闻啊，啊卖港 lady 个 page 啊，等等啊，咁啊阿美娜啊，咁啊阿爆爆啊，跟住阿冯总啊、阿蛋啊、阿 K 啊等等啊，好多都即刻都打俾我，甚至曾姐上嚟问我系即系发生啲咩事啊，即系大家行家之间都好关心啊，咁啊曾姐啊，佢等等，咁啊好多好多啊，咁啊感谢所有嘅行家啦，咁啊即系呢单嘢即系你问我处之泰然就 OK 噶啦吓，咁啊咁点知出现咗一个点错上事件就呢张图啦，咁啊都系啲看中国啊，咁啊啲友好嘅传媒啦，咁啊。就話啦，啤梨晚報主持人啊 ，Baby Mark 同埋林漢正啊，咁啊，其實大家認真啲，咦，嗰、那個咁唔似啤梨嘅咩，瘦咗咁多，縮曬水嘅咧，仲要四眼嘅咧嚇，咁啊，其實嗰個係姚冠東阿東嚟嘅嚇，雖然佢都有時會客串下，但係即係咁啊，啤梨就啊，我日日出出入入啊，成日叫你打我啊，幾年來都冇人打我，搏嚟啊，搏我頭啊，搏我頭啊，搣我肚腩啊，搣我粒鏈啊嚇，等我唔使鏈頭呢度彈吉他啦嚇，咁啊。唔怪之得呢幾年來都冇人真係搏實啊！阿啤梨佢點解可能唔係喎？佢都唔知呢個係啤梨，以為呢個四眼嘅波子強啊，或者以為呢個姚冠東先係啤梨啊！真係咁，如果突然間跟住阿東咧，佢即刻話：，我已經同翻佢嗰邊講啦，佢哋張圖佢搞錯咗，唔知佢咪驚咧？阿東即刻驚，屌你老鼠，點錯上將啤梨當將我當咗啤梨咪撲街？你呢幾日咪搞到我出入要好小心啊！之後可能阿東話咁撚大整蠱，屌你老鼠，唔係撚係啊！有人睇咗呢張圖去揾阿啤梨嘅時候，去揾咗我咪大撚劑啊！咁阿東都即刻留言啦，我即刻叫看中國嗰邊就修改翻，因為你知喺星期三啊，咁我同阿東咁喺看中國邀請之下咧嚇，咁啊就去呢個花園街289號隨記廚房啦，即搬咗鋪啊，咁去食嘢同埋試嘢啊，咁啊啲嘢就好好食啦，隨記個廚房咁啊，侍頭婆就好有呢個咁嘅即係好好人嘅嚇，咁啊新嘅東坡即係一流東坡同埋燉湯，咁啊我哋就一齊去做呢個即係黃店和你傾啦嚇，咁啊就我同阿東，咁啊可能看中國，因為阿 Lina 就講翻係台灣方面嘅編輯去。